但只要是我掌的权，要排除也容易啊。那就这么说定了。嗯。还有，我怀孕了。你是说，你怀了我的小孩？嗯，是真的。你看，这是医院的验孕报告，你自己看看。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那我要做爸爸了，我要做爸爸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怎么确定这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呢？我没有跟别的男人上过床。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是谁的？这话亏你还问得出口？你当我是什么女人呢？可是你和佩云他爸爸……你胡说什么？佩云他爸从来就没碰过我，那是我们俩设的一场骗局，是一场骗局，你忘了吗？那么，这个孩子真的是我的？你若不想认这个孩子，我现在就打掉他。紫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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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我不过是跟你开开玩笑罢了。啊，瞧你。瞧你气成这个样子，我想要一个孩子，我可是想疯了。你可得好好的保护这个孩子，让他平平安安的生下来，啊！可你还没告诉我，该怎么安排我呢？我跟穆佩云相比较，是佩云更重要呢？还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更重要？你说。这当然。当然是什么？当然是孩子重要了。算你不迷糊。李群，天下至今为骨肉，没有比亲生骨肉更亲的亲人了。你若是连这个都认不清楚，那你可就……这我当然明白了。那好，那等你江木家财产拿到手以后，我要你跟穆佩云离婚，娶我入门。你要我跟佩云离婚？怎么，你办不到？可你原先不是说……我只要你陪伴我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你能善待我如亲，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可是那个时候我肚子里没有怀着你的孩子啊。你若是不答应，我现在就去把孩子打掉。没了孩子，我们俩一刀两断。你继续守着你的母佩云，母子之交。紫薇，紫薇，小燕，小燕。你一直在这儿，刚才听到什么了？啊，没有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我这会儿刚到，有事想问先生呢。什么事？这么大的雷雨，是不是该让太太进屋呢？人有三急，不能让太太一直憋着呀。太太，太太怎么了？太太她……丽群，我看你是疯了，这时候还把穆佩云囚禁在鸽舍里。要是让佩云的爸妈知道了，咱们不但前功尽弃，恐怕你的命也保不住了。我是一时气不过，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下子可让你全搞砸了。那你说该怎么办？只有提前下手。你是说先除掉穆佩云的母亲？今天穆老头曾当面问我，是否和你有暧昧关系，说是佩云的母亲亲口告诉他，日前在你卧房外听到你和一名女子在房里暧昧的嬉闹着，并且还说你让那名女子为你生了孩子。佩云的母亲怀疑房里的女人就是我，所以咱们不如提前下手，今晚就让他归天。他一餐，等他全身乏力时，再将他改囚禁柴房。我把他关在鸽舍里，只是为了要吓吓他，让他知道害怕。我并不是真的有心想要囚禁他的。现在你不囚禁着他也不行啊，绝不能让他再与外头联络，更不许他与家人见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要不我就将他捆进麻布袋里，沉入大江，一劳永逸。不行，我说过，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绝对不许任何人伤害佩云。好啊，你要这么说，那我偏要了他的命呢。你可要我偿命，或者多赔上我多立孩子的命呢？不要逼我，你也永远别这么设想好不好？总之我不许你伤害佩云。否则佩云死，那我也死，我会当着你的面把我自己给毙了。放心，我也不过是想吓吓你。这时候他可死不得，否则他们一家人在短时间内相继而亡，你这个既得利益者恐怕就难逃杀人谋财的刑罚。你今晚上回静园去，把这药与佩云母亲常服的胃药调换。这是……你别管这么多，你只要照我说的做，
别让人看见，别留下指纹。你们呐，都是些叔叔伯伯的，可是老拿我开心，就是欺负我。嗨，抛绣球招亲，这有啥不好啊？不是有出戏吗？那个宋朝时有一个相府千金，治那个彩球择亲招婿。哎，投给那个穷秀才。穷秀才叫什么来着？是姓吕谁呀？哎，吕什么？吕洞宾，不是吕洞宾，怎么是吕洞宾呢？不是啊，吕蒙正，对，吕蒙正，相府千金，那彩球一抛，那个穷秀才接到了，那个穷秀才就叫做吕蒙正的。哎，这个状元。中了秀才之后呢，他就做了宰相了。是秀才中了状元，当了宰相。哦，对，对，所以啊，这个村长伯伯建议小蝶，你也不妨办一场抛绣球招亲啊，说不定到那个……别说不定了，那是戏，又不是真的。再说了，都什么时代了？还抛绣球招亲，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不会。再说了，万一接绣球的是个四肢不全、五官有缺的赖里头，那我是嫁还是不嫁呀？哎，说的是，还是相亲比较保险。咱们村子里啊，哎，可有合适的？挑几个让小蝶相相。挑几个？你能挑出一个就不错了，你还挑几个？我跟你讲，咱们村的男人，那除了耀华，就没有一个能当一盘菜，都上不了台面。嘿，咱们啊，还是好好的相中一个。我跟你讲，没有一个能够配得上咱们小蝶的。可惜啊，耀华是小蝶的叔叔，这否则我们可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对啊。没有血缘关系啊，这倒是。哎，小蝶叫耀华叔叔，这倒是口头上的敬称啊。他俩倒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关系。啊？对呀、啊，来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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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吃。我已经有。中意的对象了啊啊！哎呦，我想谁啊？请村长伯替我说媒。好，说。哎，是谁啊？谁呀？是咱们村子里的人。咱们村子谁呀？哎呦，咱们村子的人，这谁呀？啊，谁那么有骨气啊？想不到，就是，到底是谁？对。
了，而且你只不过虚长我几岁罢了。什么虚长你几岁？我大你足足有十来岁呀、啊！大十来岁算什么？大三四十岁的老夫少妻也处处可见。没错，耀华，这可不成理由，不妨碍，不妨碍。就这么说定了。哎，选个好日子，咱们全村人帮你们一起把这件喜事给办了。哎，好，对，说得好，你办了。谢谢村长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我要下逐客令了。我看各位有点喝醉了。没喝醉。有村长伯，您也喝醉了。明儿一早大家还工作呢。哎，请回，请回。谢谢村长伯，您也请回吧。谢谢，谢谢，谢谢，请回休息吧。赶快回去休息吧。好，走走走走走。明天一早还要工作呢。别以为我喝醉了，我是跟你说认真的。瞧你至今仍然孤家寡人，啊，大家伙看了都觉得心疼，都不忍呐。听我劝。您年纪也不算太大，小爹年纪也不算太小，你们两个人横看竖看都相配啊。哎，就泥和水，水和泥，搅和在一起做夫妻吧。啊，至于过去的事就将它彻底忘了吧。哎，我是说过去你和莫大小姐的事就让它都流水去吧。她已经嫁为人妻了，怎么还把她放在心里面干什么呢？你说是吧？该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好好的为自己的终身盘算才是啊。俗话说，先食黄连，后食甘草，越食越好啊。我看咱们小蝶就是一株上等的甘草。嘿，小蝶对你的好，你对小蝶的好，大家伙都看在眼里。老哥哥希望你能够知福惜福，莫为天边月，失去手中珠啊。晓得吧？枯木逢春又发芽啊！哎，该让自己高兴起来，与小蝶相依为伴。哎呀，从此过着幸福。你这样坚守着对穆老师的爱有何意义呢？你还在等待什么呢？我没有在等待什么，我只是不想再涉及男女感情的事罢了。唯心之论，今天若是穆佩云离婚了，愿意再重新回你的怀抱，你接不接受他呢？你是不是也不愿意和他涉及到男女感情呢？你逃！你逃得了一辈子吗？纵使你能躲到无人处，你躲得开你自己内心深处的困锁吗？何苦将自己囚禁着，让自己过得这么的不快乐？
十年了，整整十年了，你还要折磨自己到什么时候啊？错的并不是你，是他一时任性，是他。他也没错，错的是苍天捉弄，不能怪他。那你就放了他，也放了你自己，把你对佩云的爱化为祝福，祝福他与莫离群美满恩爱，白头到老。而你更该向村长。怎么跟茶山的佃农们签订合约，而且还一签就是二十年呢？胡闹，真是胡闹！这孩子是越来越任性，越来越不像话了。算了，这不是照你原来的计划吗？建立佩云的恩望。什么恩望？啊，没什么。哦，对了，有一位洋商要和我合伙在北京盖大批的花园洋房，我得去北京待一阵子，今晚就走。这么急啊？嗨，那洋商可是迫不及待呀！啊，宝和，哎，来，帮我去收拾收拾东西。是。你怎么了？妈，你可以给我您的胃药吗？你胃疼啊？是啊，最近只要和佩云有点不愉快，胃就疼。这是情绪性的胃疼，和我的老毛病一样。同我到房里去，我拿给你。谢谢妈。依照我说的时间，把药放进水里，让穆佩云服下。嗯，然后准时打电话给穆老太太，
每一句都照着我教你的跟他说。嗯，我知道了。疼得厉害就服两片吧。谢谢妈。这个药啊，挺有效，而且没什么副作用。我看你明天还是去看看医生吧。嗯。太太，您喝水吧。先生吩咐不能给太太进食，可我见您一整天都没有喝水，必定是渴急了，所以我偷偷的给您端碗水来，您可千万别告诉先生。来。太太，您别着急，慢点喝，这一碗水都是您的。太太，您慢点，慢点啊。胃疼好些了吗？啊，好多了。人呢，心头常揪着结，就容易胃疼。你别老是怀疑佩云和叶耀华有什么暧昧关系。佩云不是这种人，倒是你和采薇。我在怀疑你和采薇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暧昧关系呢？妈，这件事我已经先前向妈解释过了，是妈听错了。我怎么可能听错？就在你们的房外。倒是佩云和耀华的暧昧才是千真万确的呢。今天我可是自己亲眼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搂搂抱抱的。你胡说。我没胡说啊，妈。更早之前，一位记者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同其他几位记者都拍下了佩云和叶耀华在茶山村公然搂抱在一起的相片呢。不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好吧，要是妈您不相信的话，那就等着看明天的报纸吧。喂，你是哪一位？去搜搜你丈夫的公文包吧，看一看他是如何将他身后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的，又是如何将三分之一的遗产分配给另外一个女人的。你说什么？快去搜一搜他的公文包吧，他就要准备将那份文件交给他的律师。你快看看吧，否则你就后悔莫及了。妈，什么事？没事。妈，苏璇，我得出门了。这个我不在家期间，家中大小事叫贺管家帮忙处理一下。公司的事呢，我交代给李群了。啊。啊，我送你。给我。哎，别，天太晚了。
你早点歇着吧，啊。爸，我送你了。啊，好。给我，你走你的。淑璇，淑璇。你怎么动我公文包里的东西啊？你告诉我，你和冯彩文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将三分之一的财产给他？你说，你说呀，你和冯彩文是什么关系？你说，你说呀，你说，你说，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他有了我的孩子。你的孩子，他有了你的孩子，他有了你的孩子。他有了你的孩子。你淑璇，你不要脸，你无知！淑璇，你无知，滚，滚！淑璇，淑璇，淑璇，淑璇！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淑璇，快服两片胃疼药。请律师跟你办离婚，你滚！我不要再看到你，滚，滚出去，滚！我跟你夫妻关系到此为止，啊！滚出去，淑璇，滚，滚，淑璇，滚，滚，滚！不管说什么，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你滚！你滚！你滚！畜生！畜生！
把你对佩云的爱化为祝福，祝福他与茉莉群美满恩爱，白头到老。而你更该像村长伯说的，枯木逢春又发芽，让自己从此高兴起来，与小蝶相依为伴，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不是很好吗？ 我许我真的该彻底把你给忘了，把你放了。村长伯，哎呦，小蝶呀，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哎，小蝶坐。可稀客呀！哎，今儿怎么来了啊？哎，来来来。 喝茶，谢谢。村长伯，这个是西洋饼干，是穆氏企业的副总经理穆尔祥前些天送给我的，我想改送给村长和阿桃婶吃。哎呦，这怎么好意思？这是西洋饼干啊！哎呀，我这辈子还没吃过西洋饼干呢。谢谢了啊，谢谢了。不谢。小蝶，喝茶，喝茶。谢谢。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今儿来，应该有事吧？ 一来呢，是要谢谢村长伯，今晚跟耀华所说的，似乎有点效果了。哦，真的？好，好，好。哎呦，这个事啊，村长回来也跟我说了。哎呀，我也认为啊，你与耀华呀，早该把这事给办了。哎呦，早早结为夫妻，免得外人呐闲言碎语的。您说的是，所以呢，我又来拜托村长伯。 你说，要怎么帮你啊？打铁趁热，就恳请您继续说服耀华了。行，从明儿起，我从早到晚的跟着耀华，天天叮嘱他，非要他早早答应你不可。谢谢村长伯，好好好，我也帮忙，我的口才呀比村长好，由我来劝说耀华，保准耀华一定答应。 不过，将来呢，这媒人礼呀，可得我来收。没问题，一言为定。